你哪会来？你若是搁要来讲一挂歹格调的话，莫等我赶，锁匙藏咧，家己出去。是我爱小心回来。来，还是回来，讲清楚。回来，爸甲妈即马住伫迄边，我爱回来照顾一个家。先煞把这个小查某带回来。小心即马腹肚内底有囡仔，我袂当放伊一个人伫外口无管呐。所以爸爱你回来，这就是你给伊的答案。爸一定拢无赞成恁两个人来哦，过门的代志都免讲啊。爸即马在出代志，你著随违背伊的意思，讲一套做一套。你是要来甲爸交代？我刚才知影讲，我必须来安尼做。好，你要等你查甫人的气魄，安尼这个厝留予你。走，咱来走。你要去倒啦？去倒拢好，去陪伊甲爸妈做伙困嘛会使。为弟，我都不是歪甲这个小查甫住做伙。永琪啊，你莫阁甲恁哥冤家啊啦。恁哥嘛是因为烦恼阮母仔囝，毋才做这个决定。伊绝对毋是超工要甲阮接转来，惹恁生气的。顶回你讲要来还阮这个家，即个还讲美术拄入门的新妇，你莫来这套啊啦！你若真正无想要阮哥冤家，你就莫踏入这个门。你若走，阮跟阮哥要我嘛还袂起来。恁哥今嘛已经有够烦啦，阮母仔囝袂当再增加伊的困扰啊！你这个臭小三，咱头一天见面的时阵，我都不应该手下留情，应该甲你下一个较有诶。较免吼，我今嘛规工在烦恼你巴肚内的囡仔。啊，不过今嘛动手嘛够要有。永清，放手！啥？放手！啊！你小心大几摆啊！好，安尼咱来欢迎你。免啦，爸妈发现状况的这段时间内，咱大家就多做伙。安尼哪会用哩？永清哥无唔对，这个厝内已经乱糟糟啊，我无希望佫增加大家困扰。你小心一干无大一摆，伊就继续像像安尼，甲大家吵吵闹闹。既然安尼，就顺伊的意。较免哦，伊伫咧外口遮代志，也搁有啦。这个鸡若点袂掉，嘛算伊厉害。这敢真正有路用？当然嘛是有路用，是我专工去省里遐请的。你这情人哦，一个就藏伫你甲周永成的门窗卡，啊，另外一个就藏伫因爸妈的门窗卡。坐落来哦，因对你的想法就慢慢啊改变，接受你做因的新妇。
你叫是你有法度逍遥法无啊？你拖累着你的后生。放心，我拢已经安排好啊。饭店的保全，还是监视器画面，我拢已经处理好势啊。甚至无人会知影我有来过家。阿姆，你哪么较早讲的啦？害我拄只过到这尼啊大力，搁加可怜过到这尼啊辛苦，看不得白了工啊！哎，你真系死过我大病嘞！啊，我是跟你学的啊，为着要成功啊，不得手段。时间无济啊，应该要上老酒档，酒楼啊。我是安怎唔敢？认命啦！我唔拿安排狙击手啊！饭店的走廊、电梯口、饭店大门口，拢有人伫咧等你。你若唔相信，你会当去看门啊，看我有咧骗你无？卖讲我无予你面子，你会当选择？看你是想要一枪毙命较爽快，还是想要变成蜂窝？你吩咐，我照办。好，我认输。你要我讲什么条件，拢会用着。你别后边来哦！这句话是我对你讲才对，你敢不是介绍真好？你要跟我拌一下？你敢抢我？干过。我已经讲过啊，今仔日跪在这哦，只有一个人啦。想要到你妈见到你哈，你之前糟蹋我的，虽然你的嘴无讲实话，你若讲我看你今麦跪在我面头前，我就勉强原谅你，莫跟你计较。小雪，我说说这鬼。帮你说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我若是让你离开这，哪里有真正什么拢无啊？今晚等到是你，到底要什么拢无啊？你着看较开嘞，哪该走就紧走走嘞，莫搞什么牵挂。以后你的厝，我替你住；你的财产，我嘛替你保管。只要你无伫咧啊，我甲永成就会当幸福美满啊！虽然你无承认我，也毋过我一定会尽着新妇该做责任，初一十五。准时甲你相拥拜拜，因为你若是无先倒落，安尼我就无法度做周家新妇，我嘛无法度做永城的周太太。所以，我感谢你，先落地干。爸，嘉小姐，你若想通就好啊啦，啊咱以后拢要大做伙啊。这间厝内面都是爱和和气气的。你若是有对我什么不满，你都爱直接甲我讲哦。你莫私底下去找永琪，甲永琪讲，安尼会破坏着我甲永琪姑嫂的关系。谁甲你姑嫂关系啊？莫学袂记哦。还佫，咱即摆关系已经足歹啊，到时阵你莫伫我面头前安尼惊来惊去，无我甲你照三顿下。永琪。那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我，等以后豆豆的熟识，你就会当接受我。